36岁嘅马赛曾经受到 TVB 力捧，但就因为负面新闻被放入雪柜。马赛离巢之后返回内地发展，更加邂逅现时嘅丈夫，婚后诞下一女。而马赛亦都由艳舞女星摇身一变成为咗好妈妈。近日马赛分享咗一家三口去内地野生动物园嘅影片，洗尽圆滑嘅马赛完全冇俾途人打扰，可以轻松尽享天伦。